这些全部都是翠翠前两天给小星星买的奥特曼，各种奥特曼，还有这种，一共40个。我答应小星星，在他放学之前全部组装好，这个对我来说毫无难度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们先把之前拼好的组装起来，没想到奥特曼还有武器，还拿着匕首。OK， 这个是翠翠拼的哥斯拉奥特曼，我和你做邻居吧。好呀好呀，只要你不怕打的话。这个好像是雷欧奥特曼，我小时候看过。下一个，这个才是奥特曼的真面目，戴上头盔就不一样了，装上右手左手，加上武器，帅呆了。这个应该是杰克奥特曼，放在雷欧的旁边，果然是两兄弟。下一个，咦，这个眼神很凶，衣服还是蛮帅的，他的武器是一把刀，很好，加上武器就是这个样子，真帅。下一个，今天第一个蓝眼睛的奥特曼，哦，多么威风啊，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？反正我不知道。下一个，今天窗外怎么这么多车呀？那边在建厂，关窗户。我们继续，嘿，给他配了一个望远镜，再给他加把枪，哇，好酷啊。好吧，其实他原本的发型是这个。嘿，我要为了我的国家而战斗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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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我们这样一个一个开，我觉得速度太慢了，我们加速吧，一次开5个。4个奥特曼，一个小兵，向后转，哎呦，真听话耶。这个是金色迪迦奥特曼，这个是赛罗奥特曼，感觉像要去挖矿。这一位杰克奥特曼，童年的回忆，现在隐退了。这一位拿着望远镜，应该是观察员。这一位可有来历了，奥特曼之父，他的头顶戴的是皇冠，手上拿的是冰锥锥，老人家比较喜欢钓鱼。 OK， 集体归队，咻咻咻咻，中午12点，先吃个午饭，吃完午饭了我们继续。啊，我们还有这么多没有开箱，继续。带脚的雷欧奥特曼，这把剑很酷啊，嘿，很像牛魔王，帅呆了。下一个，戴上帽子，这家伙一看就不像好人啊。还有一把小锤子，哦，原来是一位工人。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哦，我长得丑但是我心美啊。下一个，方天画戟，哇哦，好酷，帅呆了，这个颜色真漂亮。戴上武器以后，你跟海王是什么关系？哦，我们是异父异母的兄弟呀。去，还有这么多，都拆了吧。终于拼完了。内容很丰富，接下来方伟带大家一一介绍。这个是雷神、绿巨人、蝙蝠侠。雷神拿着锤子，我觉得可以理解，绿巨人拿个叉子，不像话。蝙蝠侠有披风，雷神也有披风，红色的，真帅。这边3号球衣是谁？知道的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。这边胸前有一只蜘蛛，应该是蜘蛛侠，但是积木里面没有他的脑袋，太坑爹了。这位佐罗奥特曼、潘多拉奥特曼、赛文奥特曼，所有的超级英雄都在这里了，是不是非常震撼？很壮观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如果有这么多奥特曼，多幸福啊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谁？这里面有没有？待会儿小星星放学我就把他带过来，不知道到时候他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积木会是什么表情呢？安装，哎，固定下来就好了。对嘛，这样才是完美的。待会儿接儿子放学。小星星回来啦，看，这是你所有的奥特曼，还有其他的超级英雄都被我拼好了。为什么有一个没有头？蜘蛛侠没有头，这个不能怪我。这个是谁？蝙蝠侠。这个是谁？雷神。这个是谁？绿巨人。绿巨人我知道。那为什么他拿的是个斧头呀？蜘蛛侠是没有武器的。这不是这样子吗？请问这么多超级英雄里面，你最喜欢的是？这个小人和这个小人，还有这个。意思就是说好多你都喜欢，有些我喜欢，有些我不喜欢。最不喜欢的是哪个？这个不喜欢。我看一下是谁不喜欢。贝尼亚。这个是贝尼亚吗？对。他是坏人吗？是的。啊，还有坏超人呢、啊、还有坏的奥特曼呢、啊、对呀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我要把这个拔下来。
好，我帮你。这个是蝙蝠侠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穿三号球衣的科比。科比34号。哦，那我说错了，那我就不知道是谁了。好吧，让小星星在这边玩一会儿，你玩好了我们就回家。哦，对了，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还做了一个超大的超大的小熊软糖。在哪里呀？在这里。准备3、2、1。香啊，可以吃吗？不可以吃，这个是我们上次用剩下的那个软糖做的。这不蛮好吗？这个就很好啊，因为上次那个放到冰箱里面，它有水分就融掉了，但是这个怎么捏它都不会变形。这是解压玩具吗？对啊，这个现在真的变成一个解压玩具了，捏了它还会自然恢复，多好。亲爱的，我给你出一道题目啊，这个题目跟你很有相关，请问司空见惯指的是见惯了什么？金钱、美女、珍珠？那应该是美女。珍珠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哎呀，答案是美女。因为妈妈是美女嘛。这是个冷知识啊。三种颜色的猫一定是什么猫？公猫、母猫、变异猫？你觉得是？母。你觉得？公猫。公猫喜欢花里胡哨的嘛。啊，小星星说是母猫，那么正确答案是母猫。哇、哦、恭喜你回答正确。我有一道题目一定要留给各位粉丝宝宝，请问唐代可以称自己的父亲叫什么？有点颠覆认知的。 A 伯伯， B 哥哥， C 叔叔。哥哥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你说正确答案吧。小星星到底猜对了没有呢？你们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可以写在评论区。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出口，你是主持人，拜拜。今天怎么这么小声音呢？